气逐渐回暖，百货公司的春季化妆品节也开始起跑。除了众多新品促销之外，多家百货公司也联手推出 FG 美妆评鉴大赏 Top 1的特惠组，要让消费者们以最优惠的价格买到绝对好用的商品。一般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做的是一些比较促销的方案，那比较流于说在正品啦，或整个那个特惠组的一个方式。那其实我们这次跟飞轩盖集结这样的活动哈，最主要是因为整个春季新品的一个上市，然后我们也想推出比较更具质感、更具效用的一些商品。因为飞轩盖是一个网络上非常受一般消费大众信赖的一个美妆推荐的网址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让我们的客人能够借由这样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介绍，然后我们了解说 OK， 一般大众目前接受度很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除了超低折扣，再加上百万网友的推荐加持，甚至有特惠组在活动当天就已达到销售一空的好成绩。资生堂这次很高兴能够跟 FG 合作，那一起推出这一个美白精华液去黑净白露的特惠组。那通过这次跟 FG 的合作呢，让更多网友见证到我们家美白精华液的一个淡斑的实力。那也希望未来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商品得到我们的大奖肯定。H2O 在荣获了 Fashion Guide 美妆大赏美肌产品第一名之后，很多的消费者看到了这个得奖讯息之后，都会跑来柜上来询问这个产品。同时呢，也因为得奖商品，然后也获得百货公司的重视，所以这次 H2O 呢，也组出了得奖商品的一个特惠组。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陆陆续续呢，能够推出更多好的好商品，然后能够荣获就是 Fashion Guide 的广大的网友以及消费者的肯定。这是因为我们有得到去年2008年 FG 的一个整个推荐大奖，还有像是最佳代言人奖，所以像是我们的明星商品超 V 型锦绒面膜，我们也有跟着在我们星光三月这边推出了一个独家的 3.6 折特惠组。这个产品本身就是我们看来是非常明星的商品，那加上就是有 FG 这样众多网友的背书，还有专业评审们老师给我们肯定，那这个特惠推出之后呢，询问度非常的高。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在整个产品的销售上面，或者说在我们整个专业背书上面，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倩碧的超级明星商品超水感新一代水磁场保湿凝胶，从上市以来都一直受到女性的消费者的好评。那我们也很荣幸这样子这么棒的产品在2008年也得到 Fashion Guide 美妆评鉴大赏这样子的一个殊荣。那我们在这个春季化妆品节，在各个不同的百货公司，水磁场保湿凝胶也是我们这个特惠组的一个经典商品，建议所有的消费者女性可以趁这个时刻去我们各大的百货公司把握这个选购的机会。活动期间，凡是购买 FG 美妆评鉴大赏优惠组，还有机会抽中手表及住宿券等大奖。在一片不景气中，想要做个聪明的消费者，就一定要持续锁定 FG 网站以及我们的影音新闻台。